人穷志不穷，我很喜欢这一句话。那张大哥他是他想要做爱心，那他也跟我承诺说他要捐6000块给安妮社工，对，那我就觉得很感动。那我觉得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，真的不让啊，永不变的心啊，我不怕记者拍，也不怕那个让你们那个来看看我的伞是不是真的熬不断，风吹雨打太阳晒，这个材料不是说买就买得到呢，这个定要定做这个纤维的材料还要等呢，还要排队，当然要回馈啊，对不对？这是互相的社会，不是我一能得到，我可以升天的，没有那一回事啊，只有靠自己掌声再响起啊。